苏丹姐，我曾上学有力啊，是，对不？ 你是咧看相公的啊？是啊，你讲是谁啊？啊，是你！我伫病院看过你，你当阵敢那拄着什么，感觉足惊吓的？安怎？你即马敢有要紧无？我无要紧啊，要紧是你啦！我伫病院拄着迄个查某囡仔鬼啊，爱我来找你啊，伊就伫我边啊。 那真正是安尼哦，阮朋友爸爸都给你斗相共啊，你应该去庙里祭拜，还是找师傅替你受惊。迄个查某囡仔鬼，就毋是要找我，是要找伊啦。迄个时阵啊，伊就一直叫你啊，你拢无反应，伫大路边啊，对无？伊咧讲啥？我嘛听无。这就许当阵啊，伊甲你拦啊，甲你诱啊。 啊！你拢无反应啊！伊就足着急，要。咱用别个方式啦，你较定着的。你让我深呼吸。你讲的迄个查甫囡仔鬼是生作啥款？啥款？ 就细只只啊，头鬃短短，啊，搁把一个小辫子。你再讲一次。子涵，你捌甲阮讲过，庙里的师兄有影着一个灵体，敢毋是？迄个灵体，甲伊即马所讲的共款的。而且我甲如实分开迄天，伊的头鬃。 就像你爸的，对，就是我，迄个查某囡仔鬼一直顶头的，意思就是讲，你拢讲对啊。所以，恁有相信我哦，先生，所以这查某囡仔，伊佫有爱你讲啥无？ 对我来啦，魏家，家。伊安尼对，那边去啦。哎，你较慢的啦，我也对袂着啦。紧来啦，吼、哦。又搁是家。 应该咱伫内底嘛拄着张超，晴天阿兄。恁想的，敢会甲我想的同款？伊阿恁估计入去内底，入去以后咧，入去就知啊。 我找你来遮啦，啊是讲伊咧，哈，伫遐，啊，莫安尼比啦，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，你用手安尼比来比去，拢无礼貌。哦，是嘞，你唔免甲我回事嘞啦。 你愿意甲我斗相共，搁遐尔辛苦，甲子涵带来遮，我感谢你都白花，哪会怪你啦？无名氏，咱顶过来的时阵，就看过这个牌位啊。
为什么我们说说这白位跟他没关系，他要请人把这白位抓走，结果又放在这里。这白位敢是你的？他有定头啦，他说是他的。你问他，他的名是不是叫做王如姬？哦，哦，他有定头。哎，子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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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再为着我伤心艰苦啊！我也不甘呢。你敢会当替我问伊？伊是安怎？伊是安怎离开的？哦。是不是看到啥？伊车一直流血，一直流，一直流，我今日足惊人诶！所以如此，伊先叫我抬死诶！是看到也不甘的，如今死啊！你世界这么冷酷，到底是谁？谁的心肝这么勇？谁这么当爱动手？我跟如今才踏出第一步尔，我都还没计划我的未来。我的宝贝啊！他死啦！我你为着我艰苦。这，进开，进开，开，你要紧走开啊！啊，在吗？如此我搁等你替伊找出真相呢。啊！既然哦，白玉在家，遐个表示有人偷偷啊替伊在办后事。哥，敢是你？这件代志敢甲你有关系？拜托，你敢会当替我问如此？代志的人到底是谁？哦，杨秀是。哎，大家别小心了。应该是如此，袂当讲。伊若是讲出来，咱就会消失。估计也是安尼。我听袂着伊在讲啥啦，啊，不过伊敢随时拢会消失的。我歹问啊，我歹问啊。若是讲安尼，会害如此消失，安尼问袂出凶手。等到害着伊，你好不安。惠弟，一定阁有别办法，一定会当查出来。如此，
我要你保证，我一定替你找出凶手。好意到什么时阵啊？你搁在替我洗手？你的哭，伊嘛看到你哭。如奇，你伫家？如奇，你伫倒位？伊就徛伫你面头前。伫家，我都伫家。如奇。你出事的时候，我说一点感应都没有，这个做男朋友真的就失败了。黑当时我若是没帮你走，我若是留在你，我若是把你留在我的身躯边，你是不是就要出事了？是的，是的，你别跟我回事嘞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自己开始都不应该再到欺骗的企图接近你，等到我想通啊，想要跟你坦白啊，再给老妹我。我跟你扛不住，不过还是大概拢想要扛。罗振，你刚刚就想要扛着你，感觉是。不是，我就走出来啊！你有感觉无？你有感觉着无？是吗？无奈，我的眼泪，我停不下来。虽然已经袂赴啊，不过我还是想要甲你讲，我爱你。如今，虽然。你已经没有这个世界了，但是你永远都在这里。